本节目由苏宁拼购独家冠名播出。比赛开始了，由 PP 体育为您带来的2019赛季中国平安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第29轮，深圳佳兆业在主场来面对河南建业的比赛的上半场已经开打了。拿进来，哎，不要轻易犯规。高天意再给出，对，这个索萨传中，有点大，有点大，后点还有。葛振右脚再传，机会，高天意的头球吧。哎呦，这个球进得很漂亮，球进了。哎呦，这个球顶的呀，角度很刁，哎，这球顶的啊。感觉好像是没有发上什么力量，是，而且感觉要顶出去了。孙佳伟在主场1-0领先，抹进来，右脚能力要强，马里的大门，后门，哦，这个球补射呀，没有办法了。这球其实按道理来说推的一般啊，是，但补射的队员这边没赶上。小球开始了，哎呦，头球漂亮啊！乔卫，这算是将功补过吧？对，虽然那个过没形成大过，但是也算是将功补过了。啊，这下就缓解了太多的压力了啊！多纳多尼这边就脸色又好了很多，看看怎么踢。一握助跑，打门，球进了，就是打你腿的这边，很稳。但这其实是心理战，对。这样的话，荷兰建业在客场扳回一个，伊沃点球破关，卡兰加造点。啊，反击给卡兰加，卡兰加塞球，巴索哥单刀打门，球进了，2-2。这球让卡兰加传的太舒服了，想要去造越位，但是啊，不统一，对，不统一，没稳住，又是角球后点，球进了。啊，球进了！今天这个比赛真的是 啊，又一个，哎呦，这是证明了自己了啊！对，还是乔卫，对，证明了自己。哎呦，俩！哎，这边来了！哎呦，转身就打呀！巴索哥在趟，扣回来，右脚挑，机会，球进了！有了，寒暄，寒暄在门前将球顶进。这个球看一看慢动作啊，进来之后。应该没什么问题啊，啊，不越位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对，传的不错，马里单刀，哦呦，这个球要红牌了吧？应该要吃红牌了。周定洋，对，要吃红牌了。红牌，这球是李元一传的，对吧？传的真好。这个球，我说实话，我觉得稍微的不是很值。其实还是我们说的深圳啊，其实应该两边赶紧起啊！是，你看，漂亮，头球，无眼立功了。刚说完，马里啊，对吧？就是起，起，对吧？嗯，无眼，嗯，这样的话，全场比赛结束了，最终深圳佳兆业在主场和河南建业3-3战平。这样的话，提前一轮，无缘下个赛季的中超联赛了。